主料：鸡大腿番汁，辅料：盐、桂皮、八角、生姜、葱段。料酒：花雕酒一杯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鸡大腿三只用清水洗净，把骨头拆掉。花雕酒用盐、生姜片、葱段、桂皮、八角、料酒腌制2小时。那块纱布，把腌制好的鸡腿放在纱布上，卷起用线扎紧。冷水蒸锅大火20分钟熄火，拿出鸡腿放在冷开水里处理。把鸡腿切好，装盆，倒进花雕酒，放在冰箱里冷藏12小时。烹饪技巧：蒸好的鸡腿放在冷水里处理一下，这样吃起来鸡皮脆脆的，还有切熟食的时候砧板上铺上保鲜膜，这样更卫生了。冷藏一段时间，把鸡肉翻一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